送礼包乖乖，我这里写一个两个乖乖，两个宝贝乖乖躺在妈妈的子宫，不要乱跑。今天晚上是着床的时间，今天晚上眼睛也不要乱跑。明天早上你如果是敢验的话，明天早上验会两条线，验排卵试纸。我们放到的是最好的，已经脱壳而出，不打紧。这两个染色体是完全正常，四个切片两个都正常。国外的研究，如果这一批的胚胎大部分都正常，这两个中奖的几率是很高哦。那这个是子宫，好像你把想象是台湾，这个是胚胎，这个是最里面，最里面距离最里面是 1.38 公分哦，大概1到 1.5 是最好，很像南投的台湾。这是日月潭，这是南投，这是台湾正中央。我们这一次如果猜它一次双胞胎，并不会很过分的要求。321，一次成功，双胞胎，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哇，这一次手感，就是手感也很好，然后胚胎染色。